好，重新回到战地之心。快！来，我们先进攻。在要被摔倒的时候，黄秋生受伤了。双方就从站立的姿势开始了，已经连打了四回合了哈，是第四回合，双方的比较消耗非常多。只有在总和格斗职业赛才会看得到三分钟五回合这么长时间的比赛，一般大概都是两分钟，或是三战两胜。虽然黄国强哈在取到防御的姿势哈，但是各位观众应该可以发现，他一直站在主控的这个位置，一直站在主场的重心点哈。这代表哈他不断轻敌哈，不断给压力，让郑文强选手只能够后退或绕圈。那因为这样的绕圈动作，有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和重心的一些变化，那他就可以借此攻击。来个刺拳，对，我们选手的一个战略哈，是想要将郑文强选手拖倒，看前看，太漂亮，好锁喉，走，进行一个撬动作，这个动作还是郑文强选手非常擅长的一个锁喉动作，一个锁喉动作。那我们看到王国强的助手哈，不断的在旁边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挣脱这个动作哦。你看，不是非常深，已经挣脱了哈。现在做一个 body lock 动作，然后脚抓住了，一个 take down， 好，一个漂亮的单脚摔哈。The rubber guard， 这个位置应该是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正常选手他现在虽然是在下位，但是他还是需要一个这样这个防御位置。郑文强练手不断的想要挣脱哈，想要将重心哈离开拉开郑文强选手哈这边。撑下去了。再敲。各位观众看到这一场比赛已经非常陌生哈，在全压再来，压击大之下，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东西动作哈。手脚先，手脚。那现在出来，脚夹住，不要被夹到。想要做一个利用对手手臂以及自己手臂做一个锁喉的动作哈，那也是。这种的攻击之心哦，那是张万丽啊，对面那个啊，对面那个张万丽。是啊。第五回合开始。要走。最后一回合了哦，希望这一回合。是好了，那两腿保护身哦，挣脱了这个 take down。下勾。右边直拳哦，在。下勾，哎，对呀，下勾。上勾拳。基本上在这种被动的状况之下，应该通常都会以比较轻拳的试探动作哈，去做一个试探，然后抓到机会的。击打！虽然脸部有一些淤血，有点看不到，右边的眼睛有点曲转哈，哎呀，上勾肩上半，有点看不到。下三勾，右边的击打非常重，击打。好，这次回击了。想做一个包对吧？撑住，先休息。肘击他的背部哈。先休息。在肘击的部分哈，除了脊椎哈，也可以做肘击的部分。先休息。颈部的位置哈。再往后插。我们的选手拉住他左手，让他造成太大的威胁。一样，一点，然后一样。
看某个小选手应该是要做一个 take down 的一个右手。阿强打后脚，抱住单腿，把脚插出来，插出来，插出来。好，一个骑行，插出来。左脚插出来，左脚插出来。我是这样教秘招的。哎还有1分半，还有1分半。好，那这边的控制，这边的控制，这位强选手还是不放弃啊！阿翔还有1分半呢、啊，还有1分钟。好，他要这么想，好用左脚，对呀，前部分他的身体哈来做，双方还有1分钟，希望欧阳选手。可是欧阳选手现在将左手哈放住在他位置上，试图要做一个他过来，等他的动作。不要打字，手不要打字，不要上重，撑住腰，来离开，大家撑住，撑住，紧紧的箍住，但是不伸好，放手的一些控制，还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侧边的压制，撞位置后，大家还有机会，10秒，对，10秒。我们都知道，教练一直要求王波强选手用手起，然后来告诉对手。快到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裁判证明选手哈，快到，再撑一下，撑一下。欢迎防御的结果啊，上平手。没有人放弃，没有人被。非常厉害的攻防战，我们进入一个打进，还有 Emily interview 啊，双方都要做一个 interview 的动作。Unfortunately, we just had a draw, although both fighters showed some good stand-up, especially by this guy over here, and some great stand-up by his opponent. Maybe you can help me translate this way.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ose really deep submission attempts at the end of round 3 and 4?Well, thank you very much.